今天我们讲的故事是我的蔬菜寶寶。今天我们讲很多不同的菜谱，一起看看先。我的蔬菜寶寶，一起去找蔬菜寶寶吧。我们找些菜啦，跟我一起唱好吗？请问你是谁？哦，你是边个嚟噶？我哋数三声，一起掹起佢，一、二、三，系喎，嗨，我是橙色的红萝卜 ，Hello， 橙色红萝卜，好得意啊！好，我哋再去搵蔬菜宝宝。请问你是谁？这个是谁来的？有些紫色在这里，这些叶很熟面口薄。我们一二三扯它上来，一二三，哇，原来是它们紫色这些是什么？嗨，我是紫色的地瓜。地瓜呢又是番薯，好好味，有几多个番薯？一、二、三、四，四个番薯。我们再去找蔬菜宝宝啦，敲门先，咔咔咔。请问你是谁？你是边个啊？有没有知道这个是边个啊？白色的噃，我们。数三，一、二、三，哇！嗨，我是白色的萝卜，这个是白萝卜来的。Hello， 白萝卜，我们继续找啦。请问你是谁？你是哪个啊？会是什么来的呢？我们一起数，一、二、三，哇，嗨，我是土黄色的马铃薯，这个是原来啡色的薯仔，好多薯仔一起，是不是？再你一起敲门好吗？请问你是谁？这个是谁来的？一、二、三，一，吼吼，好大只的。嗨，我是圆滚滚的洋葱，是圆碌碌的洋葱。有没有人喜欢吃洋葱？好，下一个，咔咔咔。请问你是谁？这个是边个嚟噶？一、二、三，嗨，我是毛神神的芋头，好多毛的芋头啊！有冇人中意食芋头啊？我们再看看还有什么蔬菜宝宝先，好长哦。咔咔咔，请问你是谁？一、二、三，嗨，我是辣辣的大蒜，我们又叫做蒜头，蒜头有蒜在上面。好大隻，一隻 grasshopper， 草蜢、蚱蜢，系咪？一隻蜗牛，好啦，再嚟，咔咔咔。请问你是谁？这个系咩嚟嘅咧？我哋数一二三，一、二、三。哎呀，原来花生喺地下。
度种出嚟，嗰度生出嚟噶噃。花生啊 ，hello， 嗨，我是硬硬的小花生。好啦，红萝卜、地瓜、只番薯、萝卜、马铃薯、薯仔啦、洋葱、芋头、大蒜、花生，哇，蔬菜宝宝全都到齐啦，到齐啦，等佢出嚟。好啦，睇下你认唔认得出呢啲系乜嘢蔬菜先？猜猜看，系什么蔬菜？橙色是什么来的呢？是啦，就是红萝卜。红萝卜和白萝卜好像样，不过呢它们的叶是不同形状的。这个知不知道是什么来的？是啦，是洋葱。有黄色、紫色、白色的洋葱。黄色呢是最常见的。花生，好硬的壳，有粒粒突突的纹路，粒粒突突，粒粒突突，是芋头，你批咗佢阵皮之后咧，里边系淡淡的紫色，芋头，最后呢个啦，估唔估到系乜嘢呢？是马铃薯，薯仔可以做薯泥 mashed potato 或者薯条，是大小孩的最爱，大人和小朋友都很喜欢吃它的。那到这里故事就讲完了。后面有个花园，你们花园有没有种蔬菜啊？好了，下次再讲个故事，拜拜。